好，各位佛友啊，大家晚上好。在我们还没有分享佛法之前呢，请大家按分享。我们也一边在按分享，也一边在等其他的佛友进来。啊，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啊！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按分享，那我们也一边在等其他佛友进来。那我们趁这个时候呢，我们按分享。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时候呢，会有更多的人呢，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说，在这个时间上会有更多人听闻到佛法，那么我们就要靠我们个人的慷慨大方按分享，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间上呢，很少人有机会听闻到佛法，而且不是每一个地方呢都有机会听闻到佛法。如果你们自己的亲戚啊、朋友啊有在外国啊，那么你们也可以按分享到你们的亲戚朋友的这个面子书主页。我们希望说他们在其他的国家也是可以有这个机缘呢，在这个时候呢听闻到佛法。而且我们都知道说，在我们人生中呢，如果没有机缘听闻到佛法呢，是一件很大的损失哈。如果有机会有机缘听闻到佛法的话，我们再不把握这个机会去听闻的话呢，那么这个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损失。因为佛法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宣扬的。如果我们不希望说佛教人口在这个世间上流逝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扮起我们的角色，把佛法弘扬出来，分享给大家。那么在这个世间上呢，我们的这个佛教人口哦，佛教徒人口呢就会流失掉。那如果每个人呢，不去研究佛法，不去研究经典，然后把佛法弘扬出来的话，那么佛法呢，慢慢就会在这个世间隐没，就会有很多人去了解。
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呢，佛法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好，现在呢，我们要开始了，我们要开始以一颗虔诚的心，一起来诵念，一起来礼敬三宝，受持三皈五戒，向三宝祈求宽恕。从来没有再开始分享这个我们的今天的节目的时候，那么我们这就再次跟大家说声晚上好，感恩大家在这个时候抽出你们的宝贵时间，进来看我的这个直播佛法分享，以及支持我继续开这个直播分享佛法。好，现在呢，我们要开始以一颗虔诚的心，我们一起来诵念礼敬三宝。阿罗汉萨玛萨婆诃巴伽哇，波当巴伽万当阿毗哇帝咪。我今起手礼敬佛世尊，远离尘垢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是善最尊贵的圣者，礼敬一拜。娑迦多巴伽哇达达摩达玛那玛萨阿弥。法为世尊所善说，我今起手礼达摩，礼敬一拜。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埃萨瓦嘎善可善卡那玛咪，身且为善行已到的世尊之声闻深重，我今起手礼身且礼敬一拜。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埃萨玛三菩提萨，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埃萨玛三菩提萨，南无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埃萨玛三菩提萨，波昙萨埵那伽伽弥，达曼萨埵那伽伽弥，桑堪萨埵那伽伽弥。罗帝央毗布昙萨埵那伽伽弥，罗帝央毗达曼萨埵那伽伽弥，罗帝央毗桑堪萨埵那伽伽弥，达帝央毗布昙萨埵那伽伽弥，达帝央毗达曼萨埵那伽伽弥。达帝央毗桑堪萨埵那伽伽弥，巴那帝巴达维拉玛尼悉迦巴旦萨玛帝阿弥，阿帝那达那维拉玛尼悉迦巴旦萨玛帝阿弥。伽弥苏弥叉喳喇维拉玛尼悉迦巴旦萨玛帝阿弥，摩萨瓦达维拉玛尼悉迦巴旦萨玛帝阿弥，苏拉弥拉呀玛迦巴玛达他那维拉玛尼悉迦巴旦萨玛帝阿弥。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帝阿弥，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帝阿弥，伊玛尼班迦悉迦巴达尼萨玛帝阿弥。悉地那苏伽帝延帝，悉地那婆伽桑巴达。悉地那帝钵顶延帝，达斯玛悉拉维舍达耶。因戒得生善戒，因戒得获财富，因戒得大涅槃，故应持戒。萨埵萨埵萨埵。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向三宝祈求宽恕。
Kayena vajaya citena pamadena maya katang acayang kamami bandi buri panya tata gata 对于佛，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已已之所生，一切我今佛前皆忏悔，唯愿加倍。对，令长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哇扎呀吉帝那，巴玛帝那玛雅嘎当，阿扎央卡玛咪达玛，三地地嘎哈嘎地嘎，对于法，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已已之所生。一切我今法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长消除，礼敬一拜。伽耶那哇扎呀吉帝那，巴玛帝那玛雅嘎当，阿扎央卡玛咪桑卡，苏巴迪巴那哈诺达拉。对于生前，我过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已已之所生。一切我今生前皆忏悔，唯愿加倍，令长消除，礼敬一拜。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诵念这个三宝功德随念经。一句泰国十方三宝复位经，好，我们一起来诵念：伊帝比丘，巴伽瓦，阿那含，萨玛萨婆诃，维匝，迦那那，萨婆诺，苏伽多罗，伽维多。अनुतारो पुरिषा दामसारति साथा देवा मनुषानां बुद्धो भगवति 如来是一位尊贵的圣者，阿罗汉，正等正觉者，明行济助，善事，世间解，无善事，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不但以为丹亚瓦迪巴南萨勒南格查米，我誓愿生生世世归佛，直到地震涅槃。那帝米萨勒南含央，波陀蜜萨勒南瓦朗，耶帝那萨迦瓦揭那诃陀蜜扎亚曼伽朗。与我并无其他归处，佛陀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令我得到幸福与安乐。萨迦多巴伽瓦达达摩三地地哥阿伽地哥耶依巴悉哥欧巴那依哥巴迦当维利达波宾优希帝。世尊所善说的法，现前可见，无过失的，请来自看。他引导向内观，为每个知者皆能证知的。那么耶维丹亚瓦尼巴南萨勒南格查米，我誓愿生生世世归法，直到体证涅槃。那帝米萨勒南含央。达摩蜜萨勒南瓦朗，耶帝那萨迦瓦揭那诃陀蜜扎亚曼伽朗。与我并无其他归处，法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意，令我得到幸福与安乐。苏巴迪巴诺巴伽瓦多阿萨瓦伽萨婆诃，乌鸠巴迪巴诺巴伽瓦多阿萨瓦伽萨婆诃，耶耶巴迪巴诺
Bhagavato Sāvakasāṅkho Sāmīcibhadibhāno Bhagavato Sāvakasāṅkho Yadidāñcatāri Purisāyogāni Hātha Purisāpugāra Esa Bhagavato Sāvakasāṅkho Ahuneyo Bahuneyo Dakhineyo Anjari Garaniyo Hanodaran Punyaketang Lokasati 世尊的声闻深重是善行已道，真正行道是真理行道，以即正当行道的，即是双八倍的。世尊之声闻深重是可供养者，可供奉者，可施予者，可贺长者，为世间无上的福田。三堪耶维丹亚瓦里巴南萨拉南格查米，我誓愿生生世世归生直到极乐涅槃。那提弥萨拉南含扬，三可弥萨拉南瓦朗。ए ते न सचवाचे न होतो मे चय मङ्गलम् 以我并无其他归处，僧伽是我至善的归处，以这虔诚的真实已，愿我得到幸福与安乐。波拉巴拉萨弥巴巴达古南波拉巴拉萨弥巴达弥当波拉巴拉萨弥巴桑伽南都伽多伽巴央毗文扎耶萨巴多萨巴娑萨巴罗萨巴呗萨巴罗萨涅章来毗文扎耶萨巴达南萨巴拉旁巴万都米罗堪都苏拉堪都阿伽尼拉萨米巴巴达古南阿伽尼拉萨米巴达咩当阿伽尼拉萨米巴桑伽南都伽罗伽巴呀毗文扎耶萨巴多萨巴娑萨巴罗萨巴呗萨巴罗萨涅章来毗文扎耶萨巴达南萨巴拉旁他万都米罗堪都苏拉堪都达行拉萨弥巴巴达古南达行拉萨弥巴达咩当达行拉萨弥巴桑伽南都伽罗伽巴央毗文扎耶萨巴多萨巴娑萨巴罗萨巴呗萨巴罗萨涅章来毗文扎耶萨巴他南萨巴拉旁巴万都米罗堪都苏拉堪都欧拉迪拉萨米巴巴达古南欧拉迪拉萨米巴达咩当欧拉迪拉萨米巴桑伽南都伽罗伽巴呀，毗文扎耶萨巴多萨巴娑萨巴罗萨巴呗萨巴罗萨涅章来，毗文扎耶萨巴达南萨巴拉旁巴万都米罗堪都苏拉堪都。巴金拉萨弥巴巴达古南，巴金拉萨弥巴达咩当，巴金拉萨弥巴桑伽南，都伽罗伽巴央，毗文扎耶，萨巴多，萨巴娑，萨巴罗，萨巴呗，萨巴罗，萨涅章来。毗文扎耶萨巴他南，萨
Sapala pang pavandu me rakandu surakandu pajarasami prabodagunam pajarasami pradametam pajarasami prasankanam dukaro kapaya vivans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 sangrai, vivansaye, sabatanang, sabalapang, pavandume, rakandu, surakandu, Udang rasami prabodagunang Udang rasami pradametang Udang rasami prasangkanang Dukaro kapaya vivans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jangrai Vivansaye sapatanam sapalapang pavandumi rakandu surakandu Isang rasami prabodagunang Isang rasami pradametang Isang rasami prasangkanang dukaro kapaya vivans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jangrai vivansaye sabatanang sabalapang Pavandu me rakandu surakandu Padavi rasami prabodagunam Padavi rasami pradametam Padavi rasami prasankanam Dukaro kapaya vivans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jangrai vivansaye sabatanam sabalapang pavandumi rakandu surakandu Akarasami prabodagunang Akarasami pradametang Akarasami prasangkanang Dukaro kapaya vivansaye Sabato sabaso sabagro sabapai Sabagro sanijangrai Vivansaye sabatanam sabalapang pavandumi rakandu surakandu 祈愿十方三宝之圣光保佑我完全脱离一切痛苦忧悲苦恼疾病厄运危难以及冤亲债主也保佑我获得一切财富及成就 杀度杀度杀度，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在此呢，请大家慷慨大方，按分享到你们的个人面子书主页和各大小群组，让更多佛友法友得闻到真法，也为自己的善业加分，人天欢喜与赞叹，感恩感德。 在此呢，我们得给大家一些时间按分享。
在此呢，曼迪感跟大家说声晚上好。今晚呢，我们还有这样好的因缘啊，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佛法。所以曼迪呢，也在此感恩大家抽出你们的宝贵的时间进来看我的这个直播佛法分享。希望说在我的这个直播佛法分享里呢，可以希望说让你们呢对这个 佛法呢有更深的一层了解。我也希望说在我的这个佛法分享里面呢，也可以协助到大家哦，怎样来走完你们这个这个人生哦。也希望说我的这个佛法分享呢，也让你们呢有一个对你们的人生呢的目标呢有一个很明确的了解。所以今晚我还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南传的这个禅修方法哦。所以每个星期天这个直播佛法分享呢，我都会与大家再继续的分享关于这个禅修这个善法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禅修的善法呢对我们的未来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解脱的境界的话呢，那么这个禅修善法呢是必须要去试行的。所以这个禅修如果我们对这个解脱生死轮回的话这个禅修善法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哦，而且也是很需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种的禅修善法的话呢，那么呢我们就比较没有机会脱离这个生死轮回。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我们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去听闻到在他们的教法里面呢有讲到这个解脱这个解脱道哦。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感觉的话啦，我们这一生有机缘听闻到佛法，然后呢我们又不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呢，这个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损失。OK， 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做了人，那么我们如果还是有机缘听闻有机会知道哪里有说法有分享佛法，那么如果我们不把握机缘去听闻去了解的话呢这个也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损失啊。我们对这个我们人生的这个物质上的损失呢其实不算很大的。OK， 不算很大的钱，比如说我们失掉了钱我们可以再找回来我们还有，如果我们还有这条命的话，而且我们都知道世间上我们所追求的这个物质上的东西一般上呢只是协助我们在这一生只能享用罢了。那么如果我们在追求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尤其是这个禅修善法如果我们很努力的精进的去把它落实在生活中，那么呢我们所累积的这个功德它不止在这一生可以协助到我们得到很多利益而且呢它也可以协助到我们来生，在我们的未来世呢我们也是有机会会脱离这个生死轮回。所以呢只有这个禅修这个善法呢是很重要的咯，是很重要。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深入去了解佛法的话，我们肯定不会看重的我们肯定不会看重。如果我们只是精进努力的再去修禅啊布施啊做其他的善法的话呢，那么呢我们最多只是能得到这个人天福报。但是呢我们今天如果去修这个禅修善法的话呢它可以协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呢把我们这些内心的种种的邪恶的心啊污染的心灭除而且呢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要脱离这个生死轮回的话呢，
而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内心的种种的不好的心、污染的心、邪恶的心把它灭除掉，那么我们才有机会脱离这个生死轮回。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做这样的工作，去把我们的种种的恶的心去除的话，那么呢，我们永远得不到解脱。而且呢，要灭除心里面种种的那些不好的心、邪恶的心呢，只有靠我们自己罢了。没有任何一个人呢可以协助我们呢灭除我们自己的内心的种种的污染的心跟邪恶的心。所以只要有一天我们的这些不好的心、邪恶的心、污染的心不灭除的话呢，那么呢我们不用想我们可以脱离生死轮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呢，有很多人哦，他们对这种的道理不了解，所以他们呢只是注重在这个世间的善法，比如说布施啊、持戒啊、行善啊、孝顺啊，哦，做其他这个世间的种种的善事，但是呢他们的内心的污染呢也是没有灭除掉。所以呢你看这些人哦，如果没有去修这个禅修善法的话哦，即使他在这个世间是一个大好人、大善人的话呢，但是呢他也是会面对啊逆缘的时候呢，他也是会很苦恼的哦。如果我们在面对有逆缘啊，面对不好的人、面对不好的因缘的话呢，我们内心还会产生苦恼，还会产生懊恼的话，我们还会很不高兴，还会很生气的话，就证明说我们的内心的污染呢完全没有去除掉，所以呢我们永远得不到解脱。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得到解脱，这个禅修善法呢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希望说通过我的这个通过我的这个分享啊，这个佛法分享呢，也给大家一个勉励。我也希望说你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禅修这个善法呢，然后把它看得比较重一点哦，不排在第一也要把它排在第二，清楚吗？虽然说对一个在家人来说哦，你们也是要追求学业啊、事业啊、家业啊哦等等等等哦，你们也是要为家庭啊负了很多责任，但是呢你还是要安排一些你自己的时间呢去修这个禅修善法哦，多多少少你是要去修这个禅修善法哦。当然我们也不能期望说我们在这一生能修到什么境界，在最少哦，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付出一些时间哦，去修这个禅修善法，去累积那个成道之粮了。哦，我们也不知道可以要，我们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去累积这个资粮，直到它圆满，那么我们就能解脱。但是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如果我们完全没有去累积这个成道资粮的话呢，那么呢，我们永远就不能解脱了，清楚吗？所以这一点大家都要很清楚的，哦。所以今天我也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内观禅修法。其实呢目前呢我们也是知道在我们这个我们的南传佛教里面呢，我讲到这个禅修善法呢也是有最主要的也是分成两种罢了。OK, 最主要只是分成两种，所以这个大家必须要清楚了，而且我也是跟大家讲得很清楚。要么你就直接先修止禅，然后呢再最后才来修内观禅，要么你就直接修内观禅。其实呢关于是修什么禅为先呢，这个是依人而异，清楚吗？所以呢最主要的就是说你今天你接触的导师是修什么禅咯。 OK,所以如果你今天接触的导师如果他是修止禅的哦，那么你就只有依教，你只有跟着你的这个禅修导师的方法去修了，清楚吗？那么如果你今天接触的这个禅修导师他如果是直接修内观禅的话，那么你不是跟着他的方法直接修内观禅了。而且今天我们就没有办法遇到佛陀本身嘛，对吗？如果我们可以这一生我们如果可以遇到佛陀的话那就好咯因为佛陀他自己本身有这个能力嘛他自己有本身有这个本事他可以
他可以利用他的神通来观察我们哦，是适合什么法门哦。所以如果有佛陀在的话，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哦。但是现在这个在这个世间上呢，哦，我们也是很难遇到这样的导师，他有这种的本事、这种的能力来观察我们是适合什么法门咯。所以现在我们只有搏一搏咯，搏一搏啦，碰一碰我们的运气咯，哦，看我们接触的导师，然后呢，我们跟着他的方法去修，然后我们再看讲咯，你懂吗？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啊，我们现在不要下一个定论说啊，是先修什么禅比较好，这个是因人而异啊，哦，这个。在这方面呢，你们大家也不要去烦恼。我相信说，我也是有收到一些讯息说，有一些佛友跟我说，哦，他也是有问到这样的问题，到底我们应该要先修什么法门？先修止禅吗？先呢，还是先修内观禅？所以这个我也是很难给你一个定论。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现在你跟的那个导师他在教什么禅？你必须要很清楚哦。如果你的导师是专先修止禅的话，那么你就跟着他了。那么如果你的导师如果他直接修这个内观禅的话呢，你不是跟着他修，直接修内观禅了。在我们的原始教典，在佛陀啊，在我们的这个啊巴利藏里面，我们也是有看到佛陀也不是说一定说指定说先修止禅，然后呢才修内观禅，清楚吗？没有，我在我所看到的经典里面呢，佛陀也没有说固定我们必须要先修什么禅。但是呢，大部分的经典，佛陀对那些出家比丘，对那些出家修行者呢，佛陀都是鼓励他们先修止禅，然后再到最后才转去修内观禅。先止后观，所以在巴利藏里面呢，很多经典呢，佛陀也是鼓励那些出家人先修止后观，先修止禅，然后到最后才修这个内观禅，清楚吗？但是也不是全部，如果我们说佛陀45年里面他只是修止禅的话呢，那个也是错误。因为在其他的经典里面，比如说四念处经里面，佛陀没有直接教这个啊止禅，直接教内观禅。啊，只有这部经四念处经里面呢，佛陀所教的这个禅修法门呢是直接修内观禅。在我们的经典里面，我们不说内观禅，我们也不是说修这个维巴萨那禅，因为在佛陀时代呢，没有这个维巴萨那禅这个字眼，维巴萨那帕瓦那没有，只是有依思念而住，所以呢，在这边以我们的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修内观禅，就是我们要观四种的。目标深受心法。如果我们是在观我们的这个禅修的目标是在观深受心法的话呢，这种的禅修法叫做内观禅。那么如果是止禅的话呢，只有一种。如果我们有研究清净道论 Visuddhimagga 的话呢，那么呢会有提到40种业处，修止禅呢有40种方法，有40种方法咯。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了解40种这个止观禅修的这个法门的话呢，你自己本身去研究，去参考清净道论 Visuddhimagga The Path of Purification， 记住吗？这个是止禅。所以修止禅呢是很多方法，它的方法是一样，只是你的一心专注一个目标罢了，那个叫做萨玛达禅。OK，
所以各位你要很清楚哦，现在我还要再跟大家讲解一下哦，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解说会比较还是很模糊啊，还是很清楚，还是有很多人还是做不到我的解说咯，关于这个内观禅跟这个内观禅跟这个止禅咯。OK，我也是在很多直播里面，我一直讲的也是有讲，但是还是我感觉上还是有人还是有点混乱，到底是止禅、内观禅是怎样修法咯？现在我再重复一下，给大家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概念。OK，如果我们说我们修止禅的话呢，那么呢，我们的心只是专注在一个目标罢了。OK，我们的心只是专注在一个目标，那个叫做修止禅。比如说念佛法门，在我们的经典里面，比如说我们念佛号，我们念佛号，或者是我们随念佛陀的功德，就好像说刚才我们有诵念的这个伊迪比苏巴嘎哇阿拉汉萨玛萨布多这个就是我们重复一直在重复，我们把我们的心一直在专注在这个佛陀的功德。哦，伊迪比苏巴嘎哇阿拉汉萨玛，你一直重复念，一直重复念，一直重复念的那个叫做修萨玛达禅，或者是说有一些叫做法随念，刷卡多巴嘎哇达达摩三利帝哥阿嘎利哥，他只是重复那一段法的功德，他的心只是专注在那一段经文罢了，或者是说专注在身的功德，苏巴蒂班罗巴嘎哇多萨瓦嘎上哥。如果他的心只是专注在这个身的功德呢，那个叫做修萨玛达禅。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他们修慈悲禅，修慈悲禅也是一种萨玛达禅来的，那个叫做止禅，听懂吗？那么还有一些是修不净观，修不净观，不净观就是观我们的肉体种种的不净，32分身，那个也是其中另外一种止禅。OK，还有什么？如果在其他的部派，在其他的佛教部派呢，他们就修这个佛陀的圣号，比如说北传他们念阿弥陀佛，或者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还是观世音菩萨圣号，还是其他菩萨圣号，他们的心只是专注在一个目标。那么当然在密宗，他们也是只是念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或者是他们只是专注在某一段的经文，或者是某一段的咒语，这种的修法呢叫做止禅，这种的修法叫做止禅。所以你要很详细的了解呢，这个萨玛达禅的这个所要关注的目标，你可以参考《清净道论》，《清净道论》已经有解说很清楚了。OK，所以萨玛达禅呢，我再跟大家讲说，其实萨玛达禅比较容易修，如果我们要修萨玛达禅的话呢，它是比较容易一点，没有这么复杂，没有这么复杂，而且呢，萨玛达禅呢，这个止禅的修法呢，都是以静为主，以静为主，你都是以静坐为主。你不能有太多的动作，太多的行动，清楚吗？所以那些修止禅的人呢，他们大致上呢，他们花很长的时间在静坐。所以止禅呢，重点是在静中禅，静以静为主。所以如果他们做很多动作的话呢，那么呢，他们要捉住他们的那个目标哦，就比较困难。那修止禅的话呢，他们也是有修观那个颜色的，他们看颜色，红色还是蓝色，在他们前面呢，他们放一个目标，画上一个颜色，所以他们的心呢一直捉住那个目标，一直捉，一直捉，一直捉，捉到最后呢，他闭起眼睛的时候呢，那个颜色呢就出现在他的心里面，这个也是萨玛达禅来的，有些是观那个光。光那个光光很多方法的，很多方法的，所以这个就是看你们个人，看你们个人咯。那么以现代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止禅呢，他们就是有修这个数息观咯，数息观，像目前我也是鼓励大家
先从止禅，尤其是对初学者，对初学者来说呢，我也是鼓励大家先修止禅，OK，是比较容易上手啦，比较容易上手，而且呢，尤其是我们我们要修这个内观禅的话哦，我们最好要训练到我们的心。很自然的，他会去做那个目标，OK，做那个目标。所以开始呢，如果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心去做一个目标，做得很久的话呢，会比较困难一点。而且呢，而且对在家人来说呢，可能会比较吃力。而且呢，对在家人来说，你们呢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去静坐嘛。哦，去禅坐嘛，因为你们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去做啊，哦，有很多家庭的种种的事务你们要去负责，哦，就是说你们的心呢，要去做一个目标，做得很久，而且呢很自然的去做的话呢，这个就是你们是比较困难一点呐，这是因为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哦，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们的心你要去控制它，去做一个目标，要做得很久很久很久的话呢，这个是要经过一段非常长的时间去训练才可以的。尤其是对你们在家人的话呢，是有点困难呐，清楚吗？但是对我们出家人来说，是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出家人的事务，我们的责任没有这么多，所以呢，在佛陀时代，我们也是看到为什么佛陀鼓励那些出家修行者呢，去修，先修止禅，因为如果先从修止禅下手的话呢，会比较快，而且呢，当时那些出家人他们责任就很少，他们吃饱饭就没有其他东西做了，尤其是他们是住在树林、森林的。哦，所以很多任务他们没有去，不需要去负责，所以他们的心呢，就比较容易专注。他们要控制他们的心去做那个目标是比较容易。所以当如果我们先修止禅，然后呢，我们得到这个禅定，那么我们才来转观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是比较容易来修这个内观禅。所以你看，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包括佛陀本身。佛陀本身呢，他还没有成佛的之前呢，他已经先修止禅了的，而且呢，他本身也是修到有禅定的境界了的。所以包括佛陀的很多那些弟子，像舍利佛尊者啊、目犍连尊者啊、大迦叶尊者啊，他们还没有接触佛陀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是一个出家修行者，而且呢，他们在这个禅修方面呢，已经是修得很高的境界，已经有禅定的境界。所以呢，他们接触的佛陀了以后，佛陀怎样，佛陀懂得教他们，这个五蕴，从五蕴里面他去审观，所以呢，他们很快就解脱，就是这样，清楚吗？所以在这个时代呢，我自己本身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家人呢，是时候什么法门了？OK，我也以我不以我自己的本身过去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我是以在家人的身份进入这个佛门。那时候呢，我自己也是对这个禅修也是有兴趣，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开始也是在修这个止禅。修止禅，那时候呢，我对这个内观禅修法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在太平那个地方呢，没有人在教导这个内观禅修法，所以呢，我的禅修法呢是专修这个止禅，而且是以熟悉观为主，所以就是因为当时呢，我自己就是因为有了一些基本的这个禅修的这些功夫啦，哦，因为我们修止禅，我们如果有修的话，最少我们会有一些根基啦，哦，那么呢，我出了家以后，我接触到的导师呢，他直接是教我这个内观禅修法，就是依据马来西亚的这个
内观禅修法来修。所以呢，因为我已经有底了嘛，我已经有了这个止禅的这个禅修这个方法，所以我要去转修这个内观禅比较容易一点，比较容易上手，最少那个方法跟那个技巧呢，我已经有多多少少一些认识，所以呢，我去转观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清楚吗？所以呢，如果你们完全没有底的话，完全没有底的话呢，那么你们现在先从这个止禅下手咯，止禅下手咯。啊，念经，如果我们以禅修角度来说呢，念经其实它是一个，它是属于止禅，萨玛达禅啊，我们叫做止禅咯。因为呢，心只是专注在经文，在一部经罢了，清楚吗？所以不管你念什么经的话，如果你是很专注的哦，那么呢，你的心没有乱跑的话，你的心可以安住在那些经文，但是它可以让你的心得到平静。然后呢，如果你更深入一些，更深入的一直在去念的话，那么呢，你就会得到初禅、二禅都可以。当然你所念的经文不需要很长的 ,OK? 不需要很长的齁、哦。不要好像北传的他们念的哇金刚经啊地藏经啊哦这些经厚厚的一本梁王宝忏啊弥陀赞啊哇那个太多了，那个你要入定就比较难，因为太多了。清楚吧，太多了不能入定的，你能得到经哦，对的，最少你能得到经罢了。但是在我们南传的这个念经呢，比较像 EDB 说哦，你不要念整套咯，你不用念佛法僧，你只是选择一个，你选择佛或者是法还是僧哦，你只是专注在那个经文就可以。如果你要更简单的话呢，你不是念那么大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咯，记得吗？其实这种念南无大萨巴嘎瓦多啊，其实它跟北传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的，或者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一样的。所以不管你是念什么，如果是佛号，如果你是念佛号，我们说圣号啦，圣号，佛陀的圣号，你是用中文来念或者是用巴利文来念的话呢，其实它只是一种萨玛达禅，它只是止禅来的，它可以让你得到定，到最后它可以让你得到定哦。哦，如果你习惯念，哦，你的心可以把这个目标做得很好的话呢，那么呢，哦，你的未来是比较有一个非常高分数的保障咯。哦，你会往生善道的机会会比较高啦，会比较高。如果你现在开始没有开始遵守五戒，哦，如果你有开始布施啊。啊，开始遵守五戒的话呢，你没有造其他的恶的话啦 ，OK， 你开始去做很多善事啊，那么你又修这个念佛法门的话呢，那么我只能跟你说呢，你的未来是往生善道的那个八星数呢会很高，所以你往生善道的那个往生善道呢会有一个比较高的高分数的保障咯 ，OK。念不动呢也是可以的，那个是目前泰国最流行的这个止禅修法咯。哦，这个念不动呢，它是在泰国才有的。哦，在泰国他们其中另外一种部派，佛教部派，他们也是在鼓励人家在修这个不动，所以现在在泰国呢修止禅的这个方法是比较普遍性咯。哦，那么在斯兰卡，在缅甸哦。我是没有听闻过他们有教这种的方法，念不动不动啦，我是没有听过啦。我自己本身在斯兰卡读书六年，我也没有听说过，哦，那边的僧团呐，那边的出家人有教这种念不动的这个法门哦，清楚吗？哦，你可以选择不动啊，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达摩啊，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三扣啊，佛法僧，你只要你选择任何一个目标就可以了，把那个心死死抓住。但是我只是告诉你，我们修这种法门的话呢，是不能解脱的咯，这没有办法脱离生死的咯。所以我们只是给我们的未来是有一个保障咯，
如果你修得更好的话，你精进努力修的话呢，最多给你得到禅那的境界咯，禅那的境界。但是如果是以你们在家人来说啦 ，OK， 以你们来在家人来说，如果你修到禅那的境界，哦，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话，我看你不能去做工了的，真的，你什么都不要做了的。如果你们在家人修到那个境界哦，你这个人什么都不想去做了的，工作也不要去做了，家庭也不要了的。因为你得到那个境界哦，那种的乐是无法形容的，而且你的心哦已经不在异界了的，已经不在异界了的。所以你一静坐哦，你一入禅那的话，一入禅定的话，你的心就在这个在这个世界根，最少在世界了。所以你的肉体在异界，但是你的心在世界。所以你就在家人如果修到禅那的话呢，应该比较难啊，过在家生活，你应该会出家还是怎样了，记得吗？啊，如果你修不到那个境界呢，哦，最少给你来生有一个很好的保障，不会往生恶道去。因为最后一念的时候，就是要靠你现在的这个禅修的功夫嘛。哦，最后一念的时候，我时常讲，我们这个临终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啦。OK，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呢，我们往生三道或者是往生二道呢，很多时候呢都是靠我们临终业了。临终业的意思就是说，靠我们最后我们断气的时候，最后一念是什么念？啊，对我们一般的人，包括那些不是佛教徒 ，OK， 包括不是佛教徒啦，啊，普通的一般的人啦，最后一念也是可以。很重要的咯，所以如果今天不是，如果对方不是佛教徒的话啦，他只是普通一个人啦 ，OK， 哦，他平时呢，他也是有造善，也是有造恶咯，对不对？那么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平时所造的那个业，是否会在他临终的时候呢浮现出来，我们很难下一个定论。但是呢，我们很能确定的是什么呢？不管你是佛教徒也好还是非佛教徒也好，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修这个禅修这个善法的话呢，那么呢到最后我们就是要看我们最后临终那个念头是什么念头。所以对普通一个人不是学佛者啦，他不是佛教徒的话，可能他在最后一念的时候他的心是好的呢，他起善的心呢，听懂吗？尤其是比如说其他的宗教基督教啊，或者是回教啊， OK，他们也是有教导，他们的心呢时常想做他们的上帝，他们的创造主。就好像说基督教，我们以基督教来说哦，基督教也是说哇，你一直要相信上帝的存在，所以你的心一直要观，要随念哦。我们在我们的佛陀的教法里面叫做天随念，所以我们有六随念嘛，其中一个随念叫做天随念。天随念呢就是想到听人 OK。 所以基督教他们本身呢，他们也是有教导他们哦，你最后一念的时候你相信上帝的存在，所以那时候呢你的心没有邪恶，所以你想到上帝。所以在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这个就是天随念。所以如果他们最后一念他们真的想到上帝的话哦，因为他们想到是好的，所以最后一念呢他们也可以往生善道的。当然在他们的宗教来说呢，他们就是上天堂咯。哦，但是在我们的佛陀的教法里面，他只是往生善道，只是在天界罢了，而且只是短暂的，只是下一生他在天界。那么呢在后一生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佛陀的教法说得很清楚，不管我们在哪一道投生哦，我们也是无常的哦，我们在那天界投生，然后呢我们的福报享完了，我们的天寿，我们做天人的那个寿命结束了以后，那么我们还会投身到其他道里面，因为我们还没有解脱。而且呢我们要看我们下一生，我们在天界哦，将要离开天界的时候，那个也是要看我们的是什么业产生。OK， 也是要看我们的是什么业产生咯。所以那个是未来的东西，我们暂时不要去谈，而且也看不到。我们
我们现在先来谈我们这一生。所以我们现在来谈我们这一生，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说啊，给我们下一生有一个保障的话，哦，我们不能说100%，我们不能说100%， OK 啊，如果我们没有达修到圣者的境界，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这些圣者的境界，或者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修到禅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境界的话呢，我们不可以100%啊，下个定论说我们下一生一定会往生善道，清楚吗？哦，我在去年的 MCO 期间，我也是讲过关于这个临终业的，所以我希望说你们有听到了，哦，所以我只是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咯。OK， 我们为什么这一生现在有机会了，我们要去修禅，就是这样咯。所以禅修这个善法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很需要。OK。我们也不能确定说我们这一生可以修到什么境界，但最少啊，我们也希望说，哦，我们开始修这个禅修这个善法的时候呢，在我们的临终的时候呢，它可以协助到我们呢，有那个功夫，有那个本事，可以主宰我们的心呢，没有去胡思乱想，没有颠倒，然后呢，我们有本事控制我们的心呢。在专注我们的禅修那个目标，因为我们现在所要做，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禅修的目标全部都是善法，都是好的 ，OK， 都是好的，哦，它会让我们的心没有颠倒，没有起污染的心，啊，如果我们可以修到这样的话，哦，修到这样的境界的话呢，那么我们的来生是比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那么我们不会往恶道去咯。所以我们今天学佛啊，我们进入这个佛门，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佛法，哦，我们最少我们下一生不会往恶道去咯，清楚吗？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学佛了，那么我们来生我们往恶道去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失败咯。可以说我们这一生我们是一个失败的佛教徒咯，哦，就证明说我们没有好好的依教奉行，所以我们虽然学佛了，身为一个佛教徒了，那么到最后呢，我们下恶道去，其实我们也跟一般没有学佛的人也没有什么分别哦，清楚吗？所以我们今天学了佛，最少给我们的下一生有一个保障，说不会往恶道去。这个就是我们学佛其中一个目标，但是如果我们要有很好的一个保障的话，那么我们肯定一定要有这个禅修这个禅修的功夫哦，因为我们有这个禅修的功夫呢，我们就有那个本事那个能力去主宰我们的性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嘛。所以各位，你现在你自己去审查你自己，你在静坐的时候，现在你去静坐的时候呢，你是否有没有本事，有没有那个能力控制你的心去专注一个目标，哦，你自己现在大业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去静坐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可以知道现在我们的心能不能被我们控制，现在我们去静坐，我们也可以知道现在我们的心呢是会去做什么目标。所以如果你现在我们去静坐，然后呢我们没有办法，没有那个功夫去主宰我们的心，去专注去做那个目标我们要的，各位，这就证明说我们的来世没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可以往生善道咯，听懂吗？如果我们现在静坐了，然后呢我们的心还是很执着，很多东西还是很想东想西，想过去想未来，想好的想不好的，听懂吗？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未来是真的是要往生善道的机会会比较渺茫，所以这个就现在就可以给你看到了，现在可以给你看到你的未来是大约会去哪里，
因为在我们的经典里面也是有说得很清楚嘛。哦，如果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心可以专注在善法上，那么我们往生的机会会比较高哦。不然的话，我们大部分我们都会往生恶道去。除了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在生的时候，我们造了很多很大的恶业，那个就没有办法。但是，一般上我相信很多人进入了这个佛门以后呢，很多很多那些很邪恶的东西应该不会做了，应该不会做，对吗？尤其是如果你们对五戒了解的话，你们有遵守的话呢，哦，你们应该不会造很大的恶业。但现在问题就是说，那个意业啊，那个意业很重要咯，意业很重要咯，所以你现在你自己去清除咯，你自己清除。你现在你静坐的时候，你的心是在做什么目标？如果还在东想西想的话，各位，我劝你啊，要努力一点哦，要努力一点。尤其是如果你们现在有年纪的，已经有年纪了，退休了的，你们更加要努力咯。或者是说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是谁会有那个身体有病哦，会有病哦。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如果有什么病的话呢，那么你知道我们的寿命不是会很久咯，清楚吗？所以我们身体一不健康的话呢，我们这个人生呢，要走得更长远的路，应该是比较困难的。可能在这10年里面，我们的寿命就结束了。如果我们健康的话呢，可能还可以走多20年、30年。如果你们现在如果有年纪了，60岁以上了，又有病的话呢，我看你要多花一些时间去修禅咯，去念经还好，去念佛号也好。不要再去管家里的事情了，不要再去管儿女的事情、孙子的事情了，把一切可以放下了。如果你现在你已经有年纪了，60以上了，包括你已经有病了，你什么都不能做了的时候呢，那么呢，儿女家庭的东西你放下了，各位放下了，你现在你修这个子禅。给你自己的来世有一个保障，因为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呢，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走罢了。我们的家里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伴我们走的，只有到最后我们一个人走罢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到最后就是自己走罢了。所以当我们的时间到了的时候，我们走的时候呢，什么都要放下了，你不要放下，你也不可以了。时间到了，你就是要放下了。所以你现在，如果我们不训练我们自己放下的话啦，我们要等到我们临终的时候才来放下的话，应该会很辛苦，很辛苦。那时候呢，可能你要放下的话呢，应该是比较困难。所以如果临终的时候我们放不下的话，各位你要想你往生善道吗？可以吗？应该很难哦。那时往生一往生往往去往二道去投生的时候啊，那你的家里的人呐、啊，你的子孙、你的儿女，全部为你做很多很多功德啊，应该到很难哦，因为你已经投生了，你已经投生了，所以现在你就是要学习放下了，用这个禅修法来控制你的心。不要再去执着世间的东西哦。但是如果你们还是很年轻，还是要为家业而忙，为事业而忙，那就没有办法啦，就没有办法咯。你不能放下嘛，哦，你不能哇丢，把它放弃，你的家业，你的事，我们佛教也不鼓励。我现在只是跟你们讲的，那些佛友已经没有任何责任了的。哦，你的家业已经完成了，你的事业已经完成了，现在你要的就是去修行罢了，装修这个禅修法。哦，如果现在你很多人都一直有给我回应说，他们很难，
很难去修这个禅修，哦，这个把心专注在呼吸啊，很难。那么你就转去念佛号啊，念僧号咯，念找一部经来念咯，不要念很多经的。你们在家人不需要念很多经的，你们找一部经，你们认为你们可以念的就可以了。哦，如果你是北传佛教徒的，你不要念其他像《阿弥陀经》啊、《地藏经》啊、《金刚经》这些太长了，你不是做去念心经就也可以了吗？如果你要念经的话，你念心经就够了。在家人不需要念很多经，我们出家人要念很多经，我们是拿来祝福。我们念经，我们是拿来祝福罢了。那你们在家人念这么多经，不是能做什么？对吗？不需要很多的。所以在北传的啊，净宗协会的，他们就说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也是不错的一个法门哦，给你来生有一个保障。哦，那么如果你要解脱的话呢，这个就是看你的福报有没有哦。哦，如果你要解脱的话，你要这一生脱离生死轮回的话呢，你要转修一般三那禅。但是维巴萨那禅的话，这个内观禅的话呢，是会比较复杂一点，是比较复杂咯。因为呢，这个内观禅修法呢，它是要在我们生活里面，它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去观的。哦，每一个动作，哦，我们所做的，我们必须要去观察的，必须要去观。我们现在去做什么？所以维巴萨那禅这个内观禅呢是比较复杂，比较复杂，而且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正念提起来。哦，正念，我希望说大家已经清楚什么叫正念哦，就是清醒明觉的心。你现在你要清楚，你知道你在做什么，那颗心。你现在走路，你知道你在走路。你的心没有去想其他的，你很清楚。你现在你的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那个叫做正念，那个叫做清醒明觉的心。所以修一巴三那禅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生活里面一直去起观罢了，一直去注意罢了。所以你必须要，你要掌握这个内观禅修法的这个技巧，你必须要去参加一个进修的课程。如果你没有去参加一个进修的课程呢，你要去掌握那个技巧呢，是比较困难哦，比较困难哦。所以我不知道其他的州，在槟城呢，那些他们有接触这个禅修。内观禅修的这个道场啊，或者是他们有接触这个内观禅修的导师呢，你会时常看到他们哦，会来道场参加他们的进修课程的。所以我是听闻啊，缅甸我不是很熟啦，我是有听我师父在讲课的时候，他也是有提到，有时他也是有提到，在缅甸呢，他们就是那些专门修这个内观禅修法的这些教徒哦。包括在家人呢，他们呢一有时间哦，尤其是周末，他们没有上班呐、啊，或者是公共假期，他们就是去那间禅修道场去进修了的。啊，如果你只是在家里呢，这样自修的话呢，你要掌握它的技巧呢，是会比较困难一点，而且呢，时间方面呢，可能要花的比较长哦。所以我听我师父在开示的时候，他也是在缅甸呢，他也是有发觉到很多那些在家人，他们修这个内观禅修法哦，修得很不错的，哦，也是听闻说啊，他们也是有一些也是修到有很成功啊，哦，他的成功可能说他们也是可能修到有出国啊、俄国啊，哦，所以如果你问。问我还是问谁的话呢？世界上是否还有圣者呢？我可以跟你说，应该会有咯。
应该会有，因为据我所知啦，这个内观禅修法呢，目前还有在这个世间有人在宣扬，而且这个内观禅修法呢，在这个世间呢，还有人懂得去修，所以只要有人去教导，只要有人去修这个内观禅修法的话呢，这个人哦。他迟早他会是一位会被会成为一位圣者咯，当然他不会跟我们讲咯。所以目前今天，如果我们不了解这种的道理，我们会认为说，哦，现在应该不会有圣者的出现咯。会有人这样认为，尤其是后期佛教，他们说现在是末法时代咯。其实现在不是末法时代。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说，今天如果你不了解佛法，你不了解解脱道，对你来说佛法已经灭了的。对你来说啦，今天我们看到世间上很多人来说啦，佛陀的教法呢已经隐没了的，没有末法，自界完全没有了。在这个世间上很多嘛，对不对？是吗？对大部分的人呐、啊，对他们来说，佛法已经灭了的。但是对我们现在，我们还了解，我们懂啊，我们懂十恩缘法，我们懂四圣谛，我们懂三法印啊，这些我们懂三十俱道品，我们也懂得怎么修啊。这个解脱道，我们也是了解怎么来修啊，对不对？戒定慧，我们也懂得来修啊，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末法啊，没有末法，完全没有末法。如果你不去了解，你不懂，你自界那个佛法自界没有了，所以这个世间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要看我们。佛教徒本身哦，不管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我们必须要扮演这个角色，去深入去研究这个经典，然后我们把它宣扬出来。如果大家都不去做这个工作的话啦，哦，那么佛法就是灭，就是这样啊，佛法就会在世间没有人去宣扬，没有人去了解了，那么肯定完蛋喽，迟早的，它是迟早的东西哟。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今天你在面子书去看，哦，面子书，你去看很多节目，唱歌的也有，网卖的也有，吹水的也有，吵架的也有。只要你任何时候，即使半夜你开也是有直播，很多直播也是在走，什么直播都有，对吧？然后你去看其他的直播，其他的直播跟佛法没有关系的，都是90多%。我们真正佛法的这个直播，只有1%罢了，可能只有1%的。而且你去看他的人数，看了看他看那些看其他直播的人数，会比那些看佛法的直播的人数呢，真的是差很远很远很远。他们普通的一般上的那些在家人开直播，他们一开他们都是算白的，甚至有些算钱的。那么对我们的佛陀，我对我们佛法的这个直播呢，一开几十个、百多个，最多几百个，也去不到1000个。很少很少，你会看到一个直播可以去到整千、2000、3000的，没有。在去年的 MCO 开始到现在，很多直播，出家人开直播分享佛法，我看了，我也是有去看了，没有超过1500，很多都没有超过1500，最多到1000，或1000多罢了。它不好像其他的直播算千的。2000、3000，可以去到1万都有，所以可想而知啦。真正去研究佛法、研究佛经，然后宣扬
佛法的这些人呢，不多，而且呢，喜欢听闻佛法的人也不多，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已经有说，已经有提示了，也是有说出来了，他的法未来真的是会在世间会隐没，会隐没，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尽我们的个人的本分，尽我们个人的能力，尽量把佛法宣扬出来，所以没有办法了。众生就是不喜欢这些教法，那我没有办法。但是我只能跟你说，今天我们有机缘接触到佛法，我们今生有机会接触到佛教。如果我们没有深入去研究佛法的话，不了解佛法的话呢？这是我们人生最大最大的损失咯，真的，这是我个人认为咯，因为我自己也感觉到呢，佛法呢真的对我们本身有很大的改变咯，佛法真的可以协助我们改变我们整个人生咯，所以如果你懂得这个禅修法的话，更好咯，它真的可以协助到你改变你整个人咯。他真的可以协助到你把你这些很多不好的心灭除掉了。他会让你做人做得比较什么快乐，他会让你的心比较平静哦。所以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也是遇到一个爬山的那些一个安哥，他也是有请教我本身，他说你们出家人，应该是说烦恼上应该不会说很多，我就跟他分享，是真的咯。但是呢，因为我们有禅修，因为我们加上我们懂得禅修的话呢，肯定我们的这个烦恼肯定是少了很多，我们不会像你们在家人这样，哇，会烦这个，会烦那个咯。哦，他自己本身也是认同。他说他也是跟我分享，他做一个在家人，做一个老爸。他说，虽然说已经退休了，但是还是很多东西还是要烦哦，烦这个烦那个咯。哦，所以他也是有点羡慕我们出家人。我说肯定啦，我们的烦恼为什么会少？因为我们放下很多东西嘛，我们对世间上我们没有去执着。大部分呢，我们控制我们的心呢，活在当下。所以我们今天走上这个解脱道的话呢，到最后呢，他就是有办法让你的心真的对世间上没有执着，真的你可以控制到你的心活在当下。如果你有办法控制到你的心活在当下我告诉你，你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人。那种的快乐不是好像我们得到东西的那种的快乐，知道吗？那种的快乐是一种心的宁静。我们的心呢没有波动啊，那种是一种快乐来的。但是对一个在家人来说，你们得到的东西，你们得到你们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们听到的声音，你们喜欢的，你们就会很快乐，你们认为你们很幸福。但是如果那些东西没有的话呢？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整个人就很空虚哦，你知道吗？你的内心非常的空虚。所以你看很多人，那些没有禅修法的人哦，他们呢又会忙着很多东西，这个没有了，他们就会去找另外一个目标。所以他们的心，你看他一直会找其他的目标，他的心一直会去做其他的目标，因为要填补他内心的空虚。所以你看，今天很多人你叫他这样静静做没有禅修的啦。我说没有禅修了，他做不了的。现在呢，他们一静下来了他们就开始拿他们的手机了，把手机拿出来，他们就一直滑他手机，这边看那边看了。他们不能有1分钟的没有东西做的，他们不能的。对一般普通的人没有禅修的人他们1分钟他们都不能让他的心没有东西做的。所以现在你看到很多都是很忙的啦，很忙的，忙着啊，
讲话没有玩手机，有朋友一直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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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然后呢那些不大讲话的他不参与，那就一直滑手机一直滑手机一直滑手机，所以现在呢滑手机东滑西滑，就是他们的内心很空虚，所以他必须要控制他的心去做那个目标，做那个目标啊，所以就是现在就是我们有禅修的话，我们又不一样。各位，你自己你知道的，如果你真的有修这个禅修这个上法的话，你自己知道的哦，你的内心哦不会随便去捉目标的哦，你会控制到你的心哦，做的时候你就知道做静静的，你不会东想西想的，你的心会非常的平静的，所以这个就是内观禅修法的利益，让你可以得到你的内心的宁静哦，所以这个就是好处啦。所以你们没有修啊，我讲的这么多好处没有用的 ，OK。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这个内观禅修法，在我们的经典里面呢，哦，佛陀也是有鼓励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人生里面 ，OK， 在我们整个人生里面呢，我们要怎么来修 ，OK。所以呢，在我们的经典里面呢，哦，尤其是在这个法纪经里面。第361和362记里面呢，哦，佛陀说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必须要什么呢？善哉调伏眼，善哉调伏耳，善哉调伏鼻，善哉调伏舌，善哉调伏身，善哉调伏口，善哉调伏意，善哉调伏一切，能够调伏一切的比丘，解脱一切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内观禅修法的这个修行法门 ，OK。所以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在哪里，不管我们是走也好，坐也好呢，哦，我们眼睛也是会开，耳朵也是会开，鼻子也是会开，舌头也是，身体、口、意、眼、耳、鼻、舌、身、口、意，啊。所以在这边呢，佛陀要我们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懂得那个方法呢，来调伏它。在这边呢，就是我们要控制它咯，要控制。所以呢，在这个内观禅修法里面呢，所以呢，我们时常要注意，看到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就知道看到罢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有眼根，然后我们要看东西。我们叫做色 ，OK， 色就是物质 ，OK， 所以物质眼根触到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目标，在那一个时刻，那个眼识产生，那个眼识就是那个心，在那个时候，那颗心呢，只是知道罢了，只是知道，看到的时候呢。你只是知道看到罢了，而且呢在那一个时刻呢，你没有分，你的心没有分别说哇这个是什么颜色啊，这个好看不好看，在那个时刻哦，你的心只是看到的时候看到罢了，清楚吗？所以如果我们有正念，我们有正念的话，我们有清醒明觉的心的话呢，在那个时刻我们只是看到 OK， 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的眼触到那个目标的时候呢，很快的我们的这个分别心，我们的种种的心会开始分别了啊，这个好看这个不好看啊，这个是什么颜色啊，那个是什么颜色，那个时候呢，那颗心呢已经进入我们这个想了，那时候是想，不是眼识，不是眼识了。而且今天我们知道哦，这个是红色啊，这个是蓝色，这个是已经开始进入我们的这个想了，进入我们这个想了 ，OK。所以美丽不美丽，黑色胖高，全部那时候呢
是想再开始再分别了，是我们的想再分别了。所以，当我们的想开始分别的时候，然后开始再分别那个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呢，我们的这个贪嗔痴开始在那边又来控制我们了。OK， 又来控制我们了。所以，如果那个目标，那个目标我们看到的哦，适合我们看的，那时候我们贪心就开始来了。那么又换成另外一个心就来了 ，OK？ 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控制那颗心的话，哦，我们没有控制那个心，那么呢，我们就会去自取那个目标，我们开始去捉那个目标。所以当我们去捉那个目标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们的贪嗔痴的力量又加强了，又加强了 ，OK？ 所以当我们的贪嗔痴的力量加强的时候呢，那么不管什么时候呢，它已经会产生另外一种的习惯性，它会产生另外一种的习惯性。所以每次看到那个目标的时候呢，哦，你的那个习惯性已经有了，所以你开始去执着。所以那个目标你开始执着它的时候呢，有一天它离开我们的时候，或者是你没有看到它的时候呢，你的内心又开始苦恼了。所以你的内心又开始苦恼。哦，所以现在你看不到它的时候，你苦恼。然后隔天你看到的时候，哎，你的内心呢又开始快乐了，啊，你又高兴了。所以呢，你看我们的心哦，都是由我们那个目标一直在影响着我们这个心，清楚吗？你不能说没有想的，你不能没有想的。你对我们普通一个人没有这个内观禅修法的时候，我们不懂得那个内观禅修法的时候，我们一看到他会去想的，你控制不到，因为这是唬我的嘛，这是唬我的，清楚吗？所以你这种的过程非常非常的快的，那么你一看到想就来了，想一来那个贪嗔痴就来了，贪嗔痴一来他就开始制作了。你一执着，那个业就有，那个业一有，你就是要面对生死轮回。它的那个过程非常非常非常的快，快到我也不知道会跟你，我没有办法跟你形容的。所以佛陀讲我们这个心的那个速度，你知道有多快吗？佛陀有时做一个比喻啦，他说一个人现在站在这边 ，OK， 他站在这边 ，OK。然后呢，他左右有人，前面后面有人，就是有四个人呢，东南西北有四个人，所以每一个人呢手上拿着一把剑，所以在同一个时间，这个四个人呢，同一个时间把那个剑呢射出去，所以这个人呢，他必须要用最快最快的速度呢去把这四支箭捉住，清楚吗？如果他没有用最快的速度去把这四支箭捉住，东南西北的这个箭去捉住的话呢，那支箭就会掉在地下，就会掉在地下，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就失败，清楚吗？所以佛陀做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的心的速度呢比这个还快，比这个还快。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修这个内观禅修法的话呢，没有修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哦，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这个心的，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清楚吗？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心呢可以控制它，不控制我们去做那个行为的话呢，唯一的方法我们只有一直在培养我们正念的心。所以如果我们正念的心很强的话，哦，只要我们一看到我们就马上觉知到它不会尽想，它真的可以的，哦，各位可以的，哦，你不要说不可以，哦，如果不可以的话世间上就没有圣者，哦，就是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本事的，哦，在他的眼睛一触到的时候，他马上觉知，所以在那一刹那他只是觉知，只是看到，所以他没有尽想。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他所看的那个目标呢，没有说好看不好看，没有说什么颜色，他只是保持就是这样罢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的心呢就不会被他所看到的目标影响着，影响着。这个已经是圣者，是圣者的境界。所以你看那些圣者，哦，他们我时常跟你们分享，他们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有眼睛，也是有耳朵，也是有六根呐。但是他们不会被外境影响。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正念很强嘛，他们已经掌握那个功夫，控制调伏他的眼耳鼻舌身口意，他可以控制一切的行动，他可以控制整个他六根触到外尘，他完全可以主宰他。所以，不管的那个外境是好还是不好，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问题的。所以，各位，你不要去得罪这些修行者、这些圣者哦。你骂他也好，你打他也好，他都没有问题的，他不会有问题，他不会起嗔恨心的。但是呢，我们会有问题咯。我们骂他，我们去打他，我们去陷害他，我们去破坏他，我们去污蔑他的话呢，他是没有什么，我们是。有问题，什么问题？我们会给我们自己造这个恶业。要怎样可以修到如如不动？哇，这个你就是要，我就跟你说了咯，24小时你要修这个内观禅修法咯，你必须要修了。所以你没有，你们如果没有参加什么进修课程，或者是你没有出家修行专修这个法门的话呢，你们是一个普通在家人的话呢？各位，这条路还很远，还很远，还很远哦。所以今天我也是遇到很多那些佛教徒，他们没有很努力的修，所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是很苦恼的啊。你不要以为进入了佛门就不苦恼啊，你没有修就是苦恼啊，不管你是谁啊，不管你入佛门多久，不管你是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你不懂得怎么修，你就是会苦恼的。因为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很多境界、很多因缘的嘛。除非你没有这个六根嘛。所以我们的种种的苦恼、我们的种种的烦恼来自哪里来的？因为我们有六根啊，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呀，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六根，所以这个六根一定要触到外缘的吗？眼睛一开一定要看到东西的，耳朵一开一定要听到声音的，鼻子一开就要嗅到味道，舌头尝到，舌头你不要吃东西呀、啊，然后你要吃东西，你也是会有烦恼的啊，你的身体要触啊，你的身体要触到啊，冷热啊，软硬啊，对不对？很多问题啦。所以你没有办法的，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哦，我们如果不懂得怎么来控制我们这个六根的话哦，我们苦恼就是将来的。今天我们看到那些没有佛法的人呐、啊，你说他，尤其是那些迷信的人呐、啊，他们板凳的人呐、啊，他们看到他们不能看的东西，他们开始很苦恼、很懊恼了咯。我就跟你说，你有正念，只要你有正念，你就自动不会去想。你如果你没有正念，自动会想的，想是没有办法啊。对我们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如果我们没有修得好，我们的那个内观禅修法没有掌握好的话，那个法门那个方法没有掌握好的话呢，你一定会有尽想的，看到就是想，听到就是想，嗅到就是想，吃到舌头触到那些食物，一定会想的，身体触到一定会想，你不会没有想，除非你是修得很好，或者是你已经修到圣者的境界。所以我刚才讲了，一开始我就讲了，为什么禅修方法、禅修这个上法这么重要？没有修这个禅修上法的话呢，整辈子你都不会快乐。为什么你不会快乐？因为你有六根。我们今天不是瞎眼的，我们今天不是耳聋的，
我们今天不是哑巴的，所以我们六根还是很正常的在操作，所以我们一定要触到的，要看到，要听到，要嗅到，要尝到，要触到，然后内心要想，意嘛意，第六个根意就是想东想西，想东想西。所以没有走，没有修这个善法的话呢，就是不能解脱，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自己，所以今天我就是跟你们讲喽，你在修这个禅修法门的时候，尤其是你修这个内观禅，你有修这个内观禅，他不会给你看到快乐的目标的。他不会给你看到快乐的目标的，所有的目标他会给你看到哦，都是苦的，都是苦的。所以今就是因为我们在修这个内观禅修法的时候，我们只有一直观苦、观苦、观苦，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要观苦。那么我们才我们的心呢，才要脱离这个轮回。如果我们没有观到苦，我们每天都看到的都是快乐。如果我们只是一直接触到快乐的、好的、好的呢，我们的心呢，不会想到要脱离这个生死轮回的。所以你看那些修止禅的人。修三摩地禅的人，他们呢，修到最后呢，他们所看到、所观到的是快乐的，因为进入了禅那的时候哦，他们修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那种境界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感觉到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快乐，所以他们不会感觉肉体上的痛苦了。他们不会感觉有麻啊、有痛啊、有痒啊，他们不会的。那些已经进入禅那境界的人，所以他的内心呢是非常的喜悦。所以这种的修行者呢，他们是以长夜为食。你们听过这句话？长夜为食，所以他们不用吃饭，不用紧的。他们不吃饭，他们不会苦的。但是他内心非常的快乐的，因为他内心哦得到禅那的时候，他没有东想西想了。所以这种人呢，不能解脱的。佛陀时代有很多那些外道的，佛陀本身还没有成佛的时候，他也是得到这个境界。所以那些修行者，在佛陀时代，佛陀出现在这世间的时候，很多那些他过去他所认识的那些修行者，他们得到这种的境界，他们不要改变，他们不要换，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个是究竟的，而且他们喜欢那种。快乐的感觉，因为在禅那中啊，你得到非常的快乐，所以他们不要脱离生死。因为什么不要脱离生死？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苦，他们没有感觉是苦。但是修内观禅修法的话不一样，修内观禅修法呢，它是真的是给你看到你这个有这个肉体真的是很苦的。所以我们在修这个内观禅修法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往我们这个五蕴里面内向内观呢，向内观，一直观察我们自己，看我们的这个感受，一直在观察我们这个感受，一直观察我们的这个想，只有一直在观察我们整个这个五蕴是什么，只有去观察我们这个污染的心。来的时候，他怎么来，让我们呢很不自在。尤其是当我们的嗔心升起来的时候，哦，你有内观禅修法的话，你会看到你这个嗔心来的时候呢，是给你一个非常非常的痛苦。当你没有办法去主宰你的嗔心的时候哦，你会感觉他很痛苦的。他内虽然说现在我们学佛了，我们不会说哇去采取行动去报复啊，去打他还是去杀他，不会。但是我们那个火还在我们内心里面，它一直在燃烧着我们，所以我们会看到，哇，我们一生气哦，哇，我们真的是很苦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哇，生气原来这么苦的，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想，我们一直想，一直在想负面的，一直在想负面的，所以不停止的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哦，所以你会感觉到哇，很苦哎，很苦哦，这个就是真正的苦，你体验清楚吗？然后呢，我们贪的时候，我们的贪心来的时候哦，你不要以为是很快乐，所以我们贪心来控制我们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苦来的。尤其是当我们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那个贪心我们要，但是我们得不到的时候呢，它也是你会感觉它的苦来的。然后呢，你会看见在观内观禅，在修这个内观禅修法的时候，你自己会本身真的体验到，你有这具肉体呢，就是苦的。啊，你真的会感觉到哇，有这具肉体哦，真的是给你一个很大的苦恼，很大的苦恼。尤其是呢，当我们的肉体，我们这具身体某一个部位啊受伤啊，或者是被敲到啊，哦，不要说啦，有时我们走路，我们踢到石头啊，踢到树，像我们爬山，有时我们会踢到树干啊，踢到石头啊，哇，也会踢到我们，哇，也会痛到半死。所以从这边，因为我们有观，我们懂得修禅，我们一观，哇，原来有这牛油这只脚呢，哦，也是苦的。你慢慢你会了解到哦，有这具身体哦，是一个苦字来的，真的很苦的。所以你这样的了解了你自己，而且你会看到你很多那些污染的心哦，你会看到你很丑陋的一面。所以你修这个内观禅修法哦，你真的是让你自己了解你自己是何方神圣，你自己会了解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对你自己非常的了解，而且你自己也是了解到哇，当我们被这个嗔心升起来的时候呢，是个苦字哦，所以很自然很自然的哦，你因为你了解了当一个人被这个嗔心控制的时候是个苦字，所以呢很自然的你不会去造那个行为呢，去给对方对你产生生气哦。现在很多人哦，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哦，他们做表现出来的那个动作去得罪对方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快乐的事情来的。所以你看在这个世间哦，他们哦去啊，他们将他人的痛苦建立在自己的快乐之上。他们有一些人为了要得到快乐，但是他们会给对方得到痛苦。一般上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修内观禅修法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是什么，当我们被这个嗔心，被这个不好心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很苦。所以当我们了解了以后哦，很自然的哦，我们呢所作所为呢，我们会尽量避免去给对方呢弄到他们很痛苦。所以今天你还会给对方很痛苦哦，就证明说你没有禅修的这个禅修，你没有修这个禅，你不了解。所以呢，你就为所欲为，你就是为了你的自己的快乐，你就给人家痛苦。但是我们了解，当我们被人家折磨，或者是当我们被人攻击的时候呢，那个苦我们知道，所以呢，我们了解那个苦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不会去做给对方很苦。你清楚吗？所以你看佛陀本身，他们那些修行者，那些圣者，他们所作所为呢，不会给对方，不会给任何人得到痛苦的，不会给任何人得到烦恼的。哦，他们所做的呢，都是会给对方呢，哦，没有痛苦的。所以这个你看，有修，懂得修跟没有懂得修，会有很大的差别了。所以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人哦，他的表现啊，他的所作所为会让你产生烦恼哦，这种的人你就知道他没有修的。这种人呢，他就不懂得怎么修，所以如果你继续参这种人呢，你会很苦的，因为他根本都不会修啊，他不懂得控制他自己，他只有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他只有满足他自己的嗔心罢了。
他不管对方的死活。所以这个道理你们要清楚。所以今天我们我们的苦是来自哪里？就是我们不懂得去控制我们这个六根，我们这个六根，所以我们就很苦。所以如果你懂得怎样来去控制，看到的时候你看到，听到的时候只是听到，鼻子嗅到味道的时候只是嗅到，知道罢了。尤其在吃方面，我就跟你讲了咯，我们舌根。舌头给我们造了很多恶业，在吃方面，为了吃，为了满足我们的那个口欲，我们也是犯了很多很多那些不好的业，清楚吗？所以为什么你看在我们的这个南传的教法里面呢？所以我们没有强调，我们没有看到佛陀在经典里面有强调说，我们必须要吃什么，要必须要吃荤啊，还是要吃素，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佛陀有教我们说，我们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吃，我们要用什么心来吃，那才是重点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吃素，我们没有贪嗔痴，你不要以为我们吃素我们就清净。今天我懂得怎么来修，即使我吃荤，我再吃荤，吃鱼吃肉也好，我保持我的正念来吃，在那个时刻我的心也是清净的，在那个时刻我也是在做一件善事。所以在我们的原始的佛法里面，不是因为我们吃什么才叫做善事，是我们以什么心来吃，吃到我们的心没有起贪嗔痴，那个才叫做善事，那个才叫做清净。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吃素，你以为你说你会没有起贪嗔痴，那个是错误的观念来的。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有很多人对这种的修行方法不懂，所以他们一直在找不到答案，为什么佛教呢没有这么强调吃素了。我知道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佛陀没有强调说一定要吃素，所以因为他们不懂嘛，他们不懂得我们的贪嗔痴是怎么来嘛，是吗？有很多人完全不懂得我们的贪嗔痴是怎么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因缘之下产生的，他们根本都不懂嘛，很多人都不懂的，只有在我们原始教法里面才有说得比较清楚。只要我们没有控制得好我们的五根，我们六根没有触到外缘，我们没有正念，我们没有觉知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贪嗔就升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原始佛陀的教法跟后期佛陀的佛教的教法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南传的佛陀的教法是什么？重点在修这颗心，这颗心不是修外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只是在修外表，在修外表，但是他的内心呢还是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贪嗔痴，很多都是这样现在。所以呢，不懂得这种的修行的方法呢，他们只是看我们的外表，只是看我们的外表。那你也知道啦，看了外表的话就是乱乱讲了咯，乱乱讲话了咯，是不是？所以呢就无形造了这个恶业咯。所以就好像说佛陀在某一世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怎么修，所以呢他就看到这个大迦谢佛，他看到他修六天的苦行就成为正等正觉者。那当时这个佛陀的过去式，他那时候呢他也是一个修行者来的，叫做苏梅多。所以当时他看到这个大迦谢佛
他只是修六天的苦行，哦，所以呢，他就开始起了这个我慢的心，他就开始起了这个我慢的心，他看不，他看，他看看这个大迦叶佛呢，看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所以他就跟当时那边的人，很多人他说，大迦叶佛只是修六天的苦行。他说：“以后啊，以后我成佛陀的时候，我将要成为正等正觉的时候，我修6年苦行了。”啊，他只是这句话罢了，他只是这句话罢了，他讲出罢了，他就得罪了这个佛陀了。他就讲出这句话了以后哦，他就无形中呢，他就在看低了这个大迦叶佛了。所以呢，他的这个业哦，这个业呢，让他死后哦下地狱，然后呢下地狱没有了，他的这个业没有了，然后怎样呢？这个业呢，到最后呢，在他最后一生的时候，在他最后一生的时候呢，让他真的去修6年的苦行。所以为什么？悉达多太子必须要修6年苦行才能成为佛陀，这个就是他的口业，在我们的经典里面有提到，这个是佛陀的其中一个业，将要成佛的时候呢，他来 block 住他，让他受6年的苦行，吃6年的苦，啊，6年过后了以后，他就成为佛陀了。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就是他过去是他没有守住他的口啊，他乱乱讲话，尤其是对那些圣者、对佛陀，所以他必须要去负这个因果，所以他必须要修6年苦行。所以很多时候哦，各位，很多时候啦，我们本身啦，对这个正法没有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造很多的业，我们根本都不知道的。真的，我们会造很多的业，尤其我们这把口啊，我们造了很多的不好的业，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会有很多障碍，在我们整个人生里面啊，我们会被 block 住，会被卡住。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业来的。只是今天我们没有神通，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但是在我们的佛陀的教法里面，我们看到佛陀他就是佛陀，他就是有神通，他就会跟我们讲出来。所以你看，佛陀他本身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观察到一个人这一生能不能成道，什么时候能成道，他很清楚的。他有那个本事，他有那个神通，所以有一些在经典里面，我们有看到有一些信徒，他们去找佛陀，叫佛陀请教，向佛陀请教这个修行的方法。所以呢，佛陀呢用他的神通观察到，因为这个人过去是造了某一个恶业，所以现在被卡住。啊，他现在呢，这个人呢，他现在不可以。佛陀也不可以跟他现在说法，因为呢，现在跟他说法的话呢，对他来说，他不能得到那个法的利益。为什么？这个是他的这个恶业在卡住他。所以经典也是有很多这样的典故。所以呢，佛陀就是看因缘咯，看因缘啊，看什么时候啊，知道他这个恶业没有了了，啊，没有卡住他了，所以佛陀就去跟他讲。讲完了以后，他就直接成果了，也是有这样的咯。所以今天，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如果我们希望说，在我们的未来，在尤其是我们这个解脱没有被卡住的话，我们说希望说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走的话呢，最好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不要去讲哦，我们尽量不要去讲，好吗？尤其是关于到这些修行者的东西。哦，三宝的东西，我们尽量不要去讲，对你我们自己的业是不好。我时常跟你们讲了吗？你们可以讲的，没有什么的。比如说，你今天你讲一个出家人，讲他怎样怎样，哦，如果这个出家人他修行好的话呢，他不会跟你计较什么的。
你讲他什么，他都不管的。各位，你要知道，今天你不管是谁出家也好，还是不出家也好呢，我们是靠什么吃饭的？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善业而吃饭的，清楚吗？我们是靠我们的功德而生存的。今天如果我的业好，我的善业很强，我有很好的福报，我很有很好的功德的话呢，你不管怎样去毁谤的话，你不管怎样去毁谤我的话，我讲错我的话不用紧的，因为我的善业好，我还是有人是还是会有人扶持我，我还是有饭吃，我还可以继续走我这个修行的道路的，清楚吗？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业好，所以我不因为你讲什么破坏我毁谤我的话呢，我就没有饭吃，不是。我今天我的生命不是靠你嘴巴吃饭的，知道吗？不是靠你的嘴巴生存的，我是靠我自己的业，包括你自己也是，每一个人都是靠他自己的业而生存的。一个人有没有饭吃，就是看他的业，看他的生活好不好，就是靠他看他的业好不好。如果他的业好的话，你怎样毁谤他都毁谤不掉的，清楚吗？所以在佛陀本身也是，很多人也是在毁谤他，很多人都跟他搞对立，但是他还 OK 的，他也是有饭吃，还是有很多人跟随他，因为他的业好嘛。所以那个人不懂这个道理的话呢，他这样去破坏他，去毁谤他的话，到最后谁苦？自己苦啦，对不对？自己苦罢了嘛。所以各位，你们大家哦，我只是要勉励你们大家，你们做好你们自己的本分，哦，努力去修行，好好把你们的这个善业提升。所以呢，你遇到谁在破坏你，在跟你搞对立的话，你就不要去管他，你当作是消灾，当作是消你的不好的业。如果你跟他反驳的话，你跟他再搞对立的话呢？我告诉你，你这个恶业呢也是在加分，尤其是你们跟你们的在家、你们的亲人，跟你的太太呀、跟你的儿女呀，清楚吗？现在我看到很多，现在这个时代很多跟自己的家里的人一直在搞对立，一直在吵吵闹闹，所以搞到呢双方的业都不好，双方的业都不好。所以你们的这个缘怎么会好起来呢？对吗？今天你会遇到这样的人，你就当作是你的业不好咯。我时常讲了吗？我时常讲了，我们今天不懂得怎么修，我们今天不懂得控制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种种的行为，我们就是得罪对方啊，我们去伤害到对方啊，我们会给对方苦恼啊。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所造的这个业不好，所以呢他造感回来，他反弹回来的时候呢，那个他就找回我们了，要继续跟我们搞对立啊。像提婆达多跟悉达多太子这样哦，双方一直在搞对立。还好是什么，佛陀本身是一个修行者，他都不去管他，他也不要 去反应，不要做出任何的反应啊。即使那提婆达多要去害他，要把他杀掉，佛陀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所以佛陀没有什么，因为他的业好，你的业好的话，对方要怎么去搞破坏来弄伤你的话呢？各位，你的业好的话，你不用怕的，他怎样弄都弄不到你的啊，除非你的业不好了，他弄一下你又受伤了。所以你就保持你的那个修禅的心，控制你自己。像今天我时常讲了嘛，我今天我在路上走，我被一只狗吠，我控制我自己，我不用管它，就没有事了咯。它吠是它的吠啊，给它去吠了，没有事了咯。我自己就控制到我自己，我做回我自己，那我就是凉凉清凉了咯，所以没有什么了咯。清楚吗？所以我们今天学佛就是要修到这样的境界啊，我们就是要这样修，不然我们进入佛门了，我们还要什么？还要学到什么？我们要学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有办法在这部法句经里面，佛陀讲的，如果没有办法调伏我们
所有的一切，一切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了，就是六根了。我们有办法控制，我们有办法调伏，我们 control 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调伏一切，那么我们就脱离一切苦了，解脱一切苦了。如果你今天没有这样的修法了，你进佛门进了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也没有用的，一样的苦了，一样的苦了。所以现在看你们自己哦，你们遇到逆缘的时候，尤其是逆缘的时候，你会被它影响吗？所以我说，在我们静坐的时候，啊，那个痛来，那个麻来，那个不好的感受、不爽的感受来的时候呢，你有办法控制你的心去面对它吗？去接受它吗？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我们都是要快乐的感受，我们要很轻松的感受，我们只是要好的，我们不要不好的。所以当这个不好的感受来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放弃了，我们不要去面对它。这种的做法叫什么？逃避现实。我们不要，我们一般上我们一般的人呢，我们都是逃避现实。所以今天我们来修这个禅，做修这个禅修，我们静坐，哦，我们就是要训练我们的心去面对这些因缘，去面对这些不逆缘，去面对这些痛苦的感受。我们必须要训练到我们的身痛心不痛，我就跟你说，你就成功了。所以如果你有本事修到哦，你的只是身体痛，你的心里不痛哦。如果你能修到这样的境界，各位，我告诉你，在你的人生里面啊，你遇到种种的逆缘啊，你是很快乐的一个人，你不会被那些逆缘影响你的心的。所以你这种人呢，出门是最好的，跟你出门呢是最快乐的，因为呢，你不会有很多埋怨，你不会有很多投诉的。哦，这个就是功夫啊。所以我之前我有带团出国，带团去朝圣的时候呢，哦，我是比较喜欢带那些佛友呢，他们有禅修的，他们懂得修禅的，然后他们有佛法的啊，这种的佛友呢，我就比较喜欢带他们去朝圣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的人他们懂得修哦，所以你在整个旅程中哦，你不用去烦恼。即使他们遇到逆缘哦，他们也是 OK 的，他们也是啊，慢点，不明白 ，OK， 不输啊，这样啊，修学佛法就要修到这样啊，把逆缘当作说 OK， 没有事的。哇，如果没有的话，有一些啊，没有禅修、没有佛法的，你带他出门啊，哇，你也是一个考验我自己，哇，这么多投诉，这么多烦恼的。埋怨这埋怨那，哇，这种的人啊，你带出门啊，哇，满身伤痕了回来。所以今天我那前几年没有 MCO 的时候，有一些佛友他们就是修行不好，修养不好，不懂得禅修，所以呢，原本没有出门的话呢，还是一个朋友做，听懂吗？还是一个朋友。哪里知道一个旅程回来了，朋友变敌人。我自己都头痛了，看到这些佛友原本是很好的朋友，还没有出国一起的时候是很好的佛友啊，很高的，然后以为他们是 OK 嘛，我以为他们是 OK， 就把他们放在一起哦，同一间房哦。哪里知道一个旅程回来，朋友变敌人。你说修行修到哪里去？所以这种的人呢就苦哦。这种的人呢，你带他出门呢就是苦哦。他不要出门，他反而没有敌人，他出了门他就变一个敌人回来。所以他去朝圣呢，他没有学到什么，就有啦，多一个敌人在他的生命里哦。不喜欢了，到最后呢没有朋友做了咯。所以这个就是不懂得怎么修咯。那懂得修了就好了，懂得修呢就 OK 咯，回来还是朋友做。
两个人同一间房咯，埋怨来埋怨去咯，很多问题的啦，哎呀，所以都无啱，无啱，这里未啱，我哩未啱，这里未看，我哩未看，到尾嘛无好事，无好事嘛变冤仇人咯。怎样变仇人？变仇人很容易的吗？你看他什么都不是吗？要闹他，要讲他，要投诉他，那不是变成敌人咯？是不是？你要他变你朋友啊？你不是专门你要赞叹他咯？你要做要随缘咯？要慷慨咯？啊，很多有这样的人，有的什么人都有的。所以我带团，我喜欢带那些有佛法、有修行的，懂得修的啊，我外面假烦恼咯，不然的话很可惜啊，哎呀，所以呢，我就是要鼓励你们大家，啊，有机会要把握住听闻佛法，然后禅修，啊，禅修啊，然后呢，禅修可以让你自己呢控制你的心，最重要到最后呢，你可以控制你的心。当你能控制你的心的时候，哦，你去哪里啊，遇到什么因缘的啊，好不好的话都 OK 的。所以你修到最后啦，我们不要说 100% 八风吹不动啦，最少要 70%,60% 八风吹不动都 OK 了咯。对吗？所以我一直强调，哦，在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南传的这个佛陀的教法里面呢，一直强调这个禅修为什么这么重要。他真的到最后可以把你的这些不好的心全部灭除掉，哦，但是那个方法你要很清楚。所以呢，你们普通现在呢，你们最重要就是把你们这个正念提醒提起来罢了，哦，你的正念把它提起来哦，在你的生活中啊，你就有办法控制你的心了。当你有办法控制你的心的时候哦，你这个人啊就不会去造恶了，你这个人呢就不会去得罪人家，不会去得罪人家了。哦，所以你就会造了很多不好的业，你会减少造了很多不好的业。不然的话，你只是听闻佛法没有禅修的话呢，也是跟普通人一样哦，到最后也是有机会下恶道去。OK， 所以今天我就再跟大家勉励一下哦，关于这个禅修法的重要性了。哦，希望说大家好好把握住这个因缘哦。好好的把它落实在你的生活中，尽量去做啦，听懂吗？哦，不要完全不做，完全不做就什么都没有啦。你现在尽量去安排你的时间，一天做半小时也好，一小时也好，慢慢的去做，好过没有做。如果你不懂得什么方法的话，你不是念找一部经来念哦，或者是念一句佛号哦，你先修止禅哦，先修止禅哦。从子禅，然后慢慢的培养了，然后有机缘，你就不是转去瑜伽山那了，听懂吗 ？OK 啦，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好，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回向了。时间很快了，一天过一天 ，OK。好，我们现在来一起诵念，好，哦。好，我们一起来念啊！伊达咪达曼萨瓦南阿萨瓦卡亚瓦罕诃多，以我闻法之功德，使我灭除心中诸烦恼。伊达咪悉拉玛嘎巴拉亚那萨巴赞哟诃多，以我受戒之功德，使我获得道果的智慧。伊达咪本央利巴那萨巴赞哟诃多。以我一切善行之功德，使我证得涅槃得安乐。伊弥那不雅伽弥那玛比巴拉萨玛嘎波萨旦萨玛嘎波诃多雅瓦底巴那巴底亚。以我一切善行之行为，愿我永远不异于之人，常遇善之事，直到底证涅槃。伊玛那不雅巴冈萨巴萨达那德玛。愿我们所得的功德回向于一切众生，萨别萨达苏提昏都，应一切众生常住以安乐。伊达咪亚帝南诃多苏提达昏都亚达哟，伊达诺亚帝南诃多苏提达昏都亚达哟，
当波亚地南无多是吉达混多亚达哟，一达瓦达迦阿弥，三巴达波亚三巴达，萨比迪瓦萨比萨达萨比布达，阿耨不耽多萨巴三巴迪悉迪亚，以此获得积累积的功德，回向于父母亲属、往生亲属、冤亲债主。一切天神、一切众生、一切非见众生、一切生物，因他们共同来分享我的功德，因他们永远欢喜这一切的成就。沙嘟沙嘟沙嘟啊！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礼敬三宝、父母和导师。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迪巴迪呀，不贪不戒米。礼敬佛陀，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迪巴迪呀，达玛不戒米。礼敬达摩，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迪巴迪呀，桑堪不戒米。礼敬僧伽，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迪巴迪呀，玛达毗多难不戒米。礼敬父母，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伊玛呀，达玛诺，达玛巴迪巴迪呀，阿迦利亚难不戒米。礼敬导师，我必如是依教奉行，修习正法，趋向涅槃。礼敬一拜。那接下来呢，曼迪来给你们一个祝福，请你们接受我的祝福。萨贝迪欧比瓦詹多萨巴罗格比那萨多玛迪巴瓦万达拉哟。苏吉尼卡尤格巴瓦阿比瓦达那西德萨尼扎摩达巴扎伊诺扎达鲁达玛瓦坦迪阿尤万诺苏康巴朗巴瓦图萨巴曼嘎朗拉坎图萨巴迪瓦达萨巴布达诺巴比那萨达舍提巴万多帝巴维图萨巴曼嘎兰拉甘图萨巴迪瓦达萨巴达玛诺巴比那舍达舍提巴万多帝巴维图萨巴曼嘎兰拉甘图萨巴迪瓦达萨巴桑卡努巴比那舍达舍提巴万多帝萨杜萨杜萨杜啊，好了，曼迪要跟大家说声晚了。在我还没有下播之前呢，曼迪非常感恩大家今晚又抽出你们的时间啊来看我的直播，也给力支持我继续有这个心哦开直播分享佛法。所以我将我今晚啊所累积到的这个弘法利身的功德与大家分享，因为我得到的功德呢，协助你们呢早日得到圣德的智慧啊，修行没有障碍，早日脱离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如果你们认为说啊我的这个佛法分享呢对你们大家很有帮助，所以呢你们也可以把它分享出去，给更多的啊更多的人啊更多的佛友法友呢有机缘呢听闻到我的佛法，也可以希望说我的佛法呢分享呢可以协助他们哦怎样走这个人生之道啦。所以你们的分享呢也可以为你们呢自己呢啊的善业加分啦。所以在此呢我要跟大家说声晚安，所以我们下一个直播再见。